数字地产产业共生，金蝶引领产业共生时代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10月20日，金蝶携手鲁商发展、深业集团、华威云等百余名来自全国的地产物业与资产运营企业，相聚北京雁栖湖2019年度金蝶云全球用户大会房地产数字化转型平行分论坛现场，共话成长，共谋创新，论到新时代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之路。针对房企如何应对数字化变革，金蝶在本届论坛上发布融合组织协作能力、项目管控能力、产业协同能力、企业运营能力与敏捷创新能力为一体的金蝶房地产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基于金蝶数字化转型公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于数字技术成瘾，金蝶将利用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构建平台与生态，提升房地产企业运营智慧化，激活组织，助力产业链生态协同，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竞争力。